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my。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颗 Sony 全新推出的1224F2.8G Master 镜头。那我们一开始在听到这个镜头的 rumor 的时候，其实觉得有点好奇，因为 Sony 过去已经有一个其实卖的相当不错的1224F4G 这个镜头。那这个镜头它价格其实蛮合理的，重点它是超级的12-24端的超广角。然后再来有一个还不错的光圈，对于超广角来说 ，F 4其实蛮够用的。为什么 Sony 还要继续做1224这个焦段，而且是恒定光圈 F2.8？ Sony 在推出这个1224F2.8 GM 之前呢，它就已经推出过两款超广角镜头。第一个呢是1635F2.8，那还有另外一颗1224F4G， 重量只有565克。这一次 Sony 推出了1224F2.8这个镜头呢。只有847克，前域是弧形的镜头，放在机身上就是头重脚轻，但是这个镜头不会有让你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问一下 Sony 的人，他说有一些其实消费者反映啊，1224G 这个镜头呢，画质没有达到这些非常高端的摄影师他的画质上的要求，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这个1224F2.8， 而且是挂 GM， 它不是 G 镜，它是最高阶的 G Master 系列镜头。通常是超过16端、14或12这样的镜头，它的前域，也就是第一片镜片，通常会是圆弧形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收纳最广最广的角度。我们现在镜头是24端，也就是比一般的手机的镜头广角还要再稍微广一点点。我们现在转到16端的话。16端是一般的单眼相机超广角镜框的最广角的地方，我们现在转到14端，那14端画面就会再更广一点，但是还没有办法把整个摩天轮全部放下去。现在转到最广的12端，就是整颗镜头整个摩天轮都可以进去的广度，那这样非常的广。然后镜头的侧面呢，有的东西不多，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手动跟自动对焦，而且它的遮光罩是连着镜头一起做的，所以基本上它没有办法装前置式的滤镜。当然我知道过去像是尼康的1424这种，已经有副厂替它做这种装在前面的一个支架，让它可以装上滤镜。但是哦，滤镜这么大片，其实价格一定超贵，所以呢，后来厂商渐渐转成做这种后置式的滤镜，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凹槽，我们把这个滤镜插进去。超望远镜头它会用这种，它里面是硬式的镜片，它可以插进去。但是像 Sony 这个1224F2.8GM， 它其实要你是用软式的镜片放进去，也就是算是胶膜滤镜胶膜。它在包装里面啊，它就附上了这一个半透明的这个。然后一开始想说哦，它可能是拿来让你接滤镜的，其实不是，它是用来让你裁切滤镜的一个膜。我们刚刚买的 ND Filter for LCD Screen Inspection， 其实这一片呢，它并不是专门设计用来给光学用的减光，它是给你用来检查 LCD 萤幕的减光哈。毕竟能做这个厂商其实非常少，那我们就找了富士来，然后我们来开箱看看。为什么需要镜头需要减光呢？对于拍影片的人来说很重要。你如果你用24格拍的话，你可能快门速度就是50分之1秒，你必须固定这个快门速度。那这时候减光就很重要，因为你当然不希望为了维持这个快门速度，然后去牺牲你的光圈，所以呢，就只好把光线减低，让快门能够维持固定的速度。这在录影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可以，这样就有减光的效果了。那像1224G 版本的这个镜头，它就没有后置滤镜的支架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装的话，还真的是没办法装滤镜进去哦。其实相对于其他望远镜头或是标准镜头来说，它清楚的范围其实很深哦。那像是拍风景的人，他不一定会需要用到 F2.8， 他可能会选1224F4G 这样的镜头，它广度够，甚至需要缩光圈让画质更好。
达到 F2.8 其实就是一种光学技术力上的展现，但是你要把光圈做大，同时也有好的画质，这才是难的地方，这也是一支好的镜头的价值之所在哦。那光圈大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就是进光量会增加， F2.8 比 F4 多了一级的光圈，它就是 ISO 6400跟3200的差别，是 ISO 800跟400的差别。你在白天的时候 F4 跟 F2.8 其实不会差太多，假设你今天拍星空，F2.8 跟 F4 ISO 是一样的话，它就是30秒跟15秒钟的差别，那就是星星会脱尾跟不会脱尾的差别咯，那其实差异非常的大。再来，如果你维持一样秒数的话，那就代表你可以用更低的 ISO 去拍摄，也就是说它的杂讯会更低。过去呢，如果你想要拍银河的话，如果你要使用大光圈镜头的话，能够选择的1420 F2.8，那 Sigma 还有出过14.8，最广的大概就是Canon 1122。要挑战这颗镜头的极限，说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那大概就是拍银河，它能够比别的镜头还要来得再更广一些些，但是呢，又能够维持F2.8 的大光圈，也就是代表你能够少一级的高 ISO 的杂讯，那这对于拍银河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G Master 系列的镜头里面啊，有一个很特别的镜片，叫做极限非球面镜片，它的研磨精度是远远高过于其他非球面镜片的产品。而这一颗1220 F2.8 GM 前域就是一颗极限非球面镜片。那这个镜片呢，是总共11颗 G Master 镜头里面尺寸最大，它比2470 F2.8 GM 还大，也大过1635 F2.8 GM， 也大过很大的那一支600 F4 GM， 它是整个系列里面最大的。这个镜头呢，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它是使用了第二代的 AR 镀膜技术。那每一颗镜头，每一家厂商都会有自己的镀膜技术，只有超广角的这个范畴，它还是很容易出现耀光，它吸纳光线的范围会远超过一般的标准或望远，所以一些杂光跑进来的机会也比较多。我举一张照片例子，这张照片是我用尼控的1420 F2.8G， 像这张照片就是有打光的情况下，就算是画面外面有一道光进来，它在这里也会形成一个弧形的光线，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这光线呢，是从右边打过来闪光灯打进来之后，在镜头里面四处跑产生的。那Sony 的 AR 镀膜二代呢，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那一般的镀膜啊，通常是消除这种进去的光线，消除垂直进去或稍微垂直进去的情况。但是一代的 AR 镀膜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光线应该是这样下去的，但它可能会跑一些进去，或是跑到其他地方。AR 镀膜二代技术就是让光线可以这样进去，能够尽量的减少它在镜片里面四处反射的状况。我画面的左边呢是1220 F2.8 GM， 然后右边是1220 F4G 这两个镜头。我们先从1220 F4G 来看哦。如果你画面在左右移动的话，画面中只有一只灯，然后那这只灯就假设它是太阳或是任何一个强光，画面只要稍微左右移动，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光斑。过去如果大家有用过超广角，应该都有遇到过这种问题，那就是把那个亮点放在整个画面中心点，你会看到一个很酷的一整圈的这个光斑，这在过去超广角之中是很常见的哦。然后我们把它换成1224 F2.8 GM 来看看，画面在左右移动的时候是几乎没有，非常的厉害。就算我光圈缩到很小，光圈缩小才是比较明显的地方，就算光圈缩小它也非常的不明显。再来把强光移到画面的中间也是不明显，这代表这个镜头在做抗耀光与鬼影的能力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在锐利度的部分呢，其实呢这两个镜头在广角端，也就是12端呢，它其实差异就算是光圈全开，差异其实也非常小。不过 G Master 镜头它的优势呢，在望远端，也就是24端的时候呢，表现差异就非常的明显哦。它 F2.8 的画质是远远好过 F4。那就算 G 镜这颗镜头呢，它缩光圈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办法到很锐利。不过呢，两颗镜头在广角端的差异其实相当的小，算是两颗都非常厉害。在紫边的部分呢，我们在太阳光底下，太阳非常强的情况下去测试，那两颗镜头就算是不开它的紫边抑制校正，它的表现依然是非常好，不论是在广角端或望远端，其实看不太出来差别。
再来是变形的部分，如果你有开变形校正的话，其实两个镜头都可以接近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手动自己来调整变形的话，这两个镜头在广角端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中间比较桶状变形，旁边比较没那么明显，所以中间的话你会看到比较圆，然后旁边会趋缓，它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在对焦速度的部分呢， F4G 是明显的优于 F2.8GM。虽然这个镜头啊使用了两组那个 XD Linear 也是极高动态对焦马达在里面，但是呢对焦速度其实跟镜片的大小跟重量是有明显的关系。那像这个镜头因为它轻量，然后里面的镜片又相对比较小，因为它光圈可能也比较小的关系，它的镜片会比较容易推动。但是呢 1224F2.8GM 里面的镜片比较大比较重，所以比较难推动，对焦速度上来说可能会就会跟 F4 上会有差异。那最后还有一点小小的地方要提醒大家，这一颗 1224F2.8GM 它在对焦的时候其实有稍微明显的呼吸现象。它在对焦的时候，注意哦，对焦不是变焦，它在对焦的时候会有变焦的样子，也就是对焦的时候画面会有一点放大缩小的状况。呼吸现象对于拍照的人来说，拍静态照片人来说完全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就是对好焦之后才拍。但如果对录影来说，你就可以在对焦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变大变小的状况。如果你在拍影片的时候打开变形校正的话，它画面其实会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奇怪的变形的调整，但是呢如果你在录影的时候把这个变形校正关掉的话，就不会看到这个问题。因为超广角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会夸大空间的距离感。但是呢超广角镜头用来拍摄人像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画面会非常非常的有张力。就算是很普通的画面，如果你画面控制得宜，其实画面看起来是会有很强烈的视觉感受的。整体来说，到底我们推不推荐这个 1224F2.8GM， 还是你建议我留在 1224F4G 这个镜头就好呢？其实老实说呢，这个 F4G 它就已经能完成绝大多数这个 2.8GM 所能做的事情。这个镜头它有不错的画质，我只能说它表现不错，但不是到顶尖。然后它对焦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它有最重要的，它有超广角，它的广度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 1224G 几乎是解决了所有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啦。它有更好的锐利度表现，从12端到24端光圈全开都是可以用的。再来它有 AR 镀膜第二代，也就是说它解决了过去超广角的时候呢常常会有耀光与鬼影，这个镜头的 AR 镀膜第二代其实已经做得非常棒，几乎是看不出来耀光与鬼影。至于价格部分呢，我拍影片的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台湾真正的上市价格，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说，如果它已经做出了世界唯一的规格，各项表现其实都很棒的话，那这个镜头价格一定不会低的啦。就专业的产品来说，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是真的真的非常在乎画质，在乎锐利度，在乎镜头的各项表现，这是算是非常少见非常优秀的一个超广角镜头哦。我会推荐各位使用这个镜头来拍摄几乎是你所想要拍的所有超广角的画面，它应该都能够表现得非常非常优异。好，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们介绍的 Sony 1224F2.8GM 这个镜头。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或分享，开启小铃铛，或者是来我们网站关注我们的文章。感谢各位，再见。